多方式来进行灌顶的，确实是能够得到灌顶的，而且一切世尊者也曾经亲自这样子说过，所以这是绝对可信的。因此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有三十几个国家的道场，有这么多的弟子，大家有想要得到灌顶的话，就一定能够借由这个网络的方便来得到灌顶的。所以最后我们要来念诵主尊如何做教戒，我皆如是悉奉行。所要奉行的事情，或者说所要依教去实践的事情，就是我的话语。我的话语是珍贵的，人不珍贵，但是话语珍贵。我的话语指的就是因果规律的道理。所以呢，你心里面如果珍重因果规律的话，就能够算是依教奉行。在这样的思想之下，待会一起念诵誓言。这个话语传递真的啊，而每个的我们的配合话语，当时我们嘛在协调话语。那得到了灌顶之后，大家就可以陆陆续续的在念诵阿弥陀佛的名号的这个念诵声之下，陆陆续续的领受灌顶物，并且离场。作为加萨吉达拉嘎萨尔巴嘎萨尔巴德达德达唐杰唐杰大格吉大格吉江秋江秋圣秋圣秋仁波切仁波切马吉马吉巴南巴南吉杰杰吉杰杰吉巴吉巴娘巴娘巴梅巴扬梅巴扬红日红日红德功德佩瓦如佩瓦如主尊如何做教戒我皆如是悉奉行珍宝菩提心未生者愿生以身愿布施，辗转得增上。生命电视台肩负着传播佛陀觉音的弘法家业，同时也是海涛法师慈悲置业推广的平台与媒介。透过电视台无远佛界的传播，方才能将诸山长老法师的开示，以及南传、汉传、藏传佛教间的交流与活动，提供国内外十方佛子，更让有缘的社会大众便利地获得佛法资讯，听闻正法，共取正觉，为令如来悲智法水长流不绝，滋养大地有情菩提心田。尤其为使海涛法师慈悲置业各项资讯长久推广，诸如弘法、护僧、慈善、放生，以及印赠经典、免费素食等慈悲置业，皆得皆由生命电视台的传播之力，无尽传扬，裨益大众。敬邀十方大德发心护持，共襄盛举，以让生命电视台常续诸佛愿心，继续推动如来法轮，广利众生。护持请洽各地中心、道场、讲堂、书房，或洽03-989-8686，划拨账号19965232，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
大家好，我是防疫医师林永清。因应武汉肺炎疫情，清明节扫墓部分县市没有开放路塔祭拜，也不提供扫墓专车。为降低群聚感染的风险，建议可善用内政部与部分县市提供的线上祭祖服务，科技扫墓新意不减。此外，可安排少数亲友代表祭祀，并透过直播视讯，让家庭成员可以同步表达孝心。如果需要亲自祭祖，请注意以下几点：一、避开清明节当天人潮或延后扫墓行程；二、与他人保持适当的社交距离；三、勤洗手，维持手部清洁；四、配合工作人员量体温。若有发烧、咳嗽等呼吸道症状者，请在家休息，不要出门扫墓。慎重作业，也要团结防疫，缺你不可。长青路 Next stop, Chongqing Road Station.
我这个轮椅要给长辈使用的时候，他一定要检查这个轮椅，这个轮椅看看它够不够坚固，那是不是有一些的松动，比如说有一些螺丝的松动，所以他要做检查，或是说我们在行进当中的时候，长辈的一些手啊，或是一样脚踏板你没有去固定，像有时候我们给长辈的脚放在脚踏板里面，因为有些长辈的下肢他真的无力到比如说打直或做什么，所以如果说有在给长辈在脚踏板上面因状况长辈的身体状况我们再做一个约束的话，在行进当中就不会发生一些意外这样子啦。